还打什么东西？哦，射击游戏射起来了！游戏比我更清醒，因为我可以拼尽全力，全力获得胜利啊！各位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要么装死，要么反杀，从不后悔，从不后悔。张扬，张扬十八岁，超会打游戏的废物，可以哦。谢了，要当职业选手吗？最想当的。你也想吃？嗯，我觉得不行，这个太重口味了，这个太重口味了，不给他吃。你也看不见我。小狗的肌棒下降了，阿狗，不是啊，那给人类吃的很油腻，不能喂狗啊。你知不知道你每天耽误我多少事儿？你现在还天天去网吧，再这样下去你就废了。骂得好，我游戏名就叫废物。好帅，好坏。吴主任让我跟你去一趟学校。你凭什么让我退学？他沉溺于游戏，逃了多少次课，记了多少次过，这就是学校最后的决定。请你离开。吴主任，这孩子一定会改的，求求你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不会改。道歉，跟吴主任道歉。我要打职业。柯东，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？他不光自己玩，还带着同学一起玩，学校也得为其他学生负责。跪下，你跪下向吴主任发誓，你以后再不玩游戏，你跪下！不，你要我不玩，我是不会跪下的，高歌离席。半个月后，不是阿木要把我送到奇怪的学校了，是不是？到底在干嘛的？这邪教现场哎！我发现还有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哎。圣化西林，喜乐向善。圣化西林，喜乐向善。欢迎欢迎，杨校长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是张扬妈妈和张扬吧？公子同学，校长对不起。不怕啊，岁岁平安。对对对，岁岁平安。杨校长，我们是慕名而来的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欢迎你们来到感恩国际学校。这样，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校园。好，请。好好好。这是孩子们治疗后的成果展示。哇，得好多奖杯啊！当然，还有一些家长对学校的肯定。杨校长肯定是教育界的典范。那边是。户主自修室啊，妈，我们走吧。我帮你办好入学。哎，我操！妈，妈你要去哪儿？哎，妹子，监察组组长。他妈办好手续了，要走了。劝你最好别耍花样。这是女主角吗？感觉看起来有点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呢、哎？哎呦，哦，鬼子操作！哎呦，反应挺快，但没用，还对我的好感变高了。这是学生，这是女武神吧？没错，她很猛哎。看来只能想其他。妹子很打哎。飞跃十三，快乐的恋爱校园喜剧。Yeah. 哦。更衣室，逃出去找到妈妈。哎，怎么感觉我在越狱啊？靠呗！螺丝刀，先收着，说不定有用。哦，感觉拿老板都给洗了。好了，东西应该都起。这个扳手好像可以滚了，把窗户上的螺丝拧下来。妈妈，我来了！窗户栏上的螺丝松了。哦，只用道具。妈妈，我来了！妈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手脚快一点啊，兄弟！
连续，开了开了，杰哥不要，想跑啊？往这边。自己人吗？我看他长得挺俊俏的。笑了，洪文。站住！别跑！哎呦，鬼子操作！哈哈，教官傻屌啊！哇，1-2，好猛！洪文，这小饺子不错。杨校长，这家伙不错。赵阳，您就多费心吧。你放心，你孩子在学校中。松手。妈，不是妈妈，你干嘛？妈，省什么啊？一会儿杨校长让你知道什么是感恩。感恩，走，再见了。妈妈不要我了，妈妈是不是觉得我很难搞？不如把我扔在这边。这什么？啊，这个我知道，学习装置嘛。你们这是，我觉得，就这里我建议觉得，你们这是违法了，跟他硬碰硬不好。我们这边先示弱。哎呦，不要！放开我，我要回家。你想要的很多，吃饭、吃饭、钱、玩游戏、玩游戏、逃跑。现在想回家，你习惯了世界围着你转，任你予取予求。说得好啊！我也觉得都没有付出，你什么都没有付出过，你什么都想，没有想，我也都没有想过感恩。感个屁！你快放了我！这就是被游戏毒害，这就是你被游戏，这就是你们被游戏毒害的结果。游戏就是精神毒瘤。游戏不是毒瘤，你怎么认为不重要？重要的是你妈妈希望你的未来是光明的，你妈希望你未来是光明的。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张扬，学会感恩吧。你之前给你妈妈的痛苦，比你现在要严重的多。说得好，其实说得很有道理。这种不听话的小孩，给父母带来了多大的困难？伤害父母，确实是该感恩一下。杨校长，这里我挺你。好好想想，你该说什么吧。哇，校长第一次就这么。啊！我不想走，我不会再玩游戏了，我不会再上网了，我不会了，我不会了。